基隆市爱乐合唱团连续18年获选杰出演艺团队，历经3年疫情，重磅推出回家音乐会。团长张清峰力邀长荣交响乐团到基隆演出，与合唱团共创优美乐章。今天这样合作下来，我觉得非常有味道，因为一般来讲合唱团大部分都是用钢琴伴奏，那我们加了乐团之后，整个乐团的气氛跟这个合唱的声音这样交织起来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又温馨的音乐会。长荣交响乐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乐团，基隆爱乐合唱团是在地历史悠久的杰出团队。长荣乐团的音乐魔力，基隆爱乐的深情合唱，是安定异动的心，温暖回家的人，最暖心的音乐会。时光倒转，民国38年首次从基隆港上岸的军人来到异乡落地生根，娶妻生子，由知名主持人杨月娥导聆诉说父母曾走过低谷的悲伤，以及苦尽甘来的荣光。